不想被争议，嗯，想成为一个标准的好学生，不敢以个人的观点作为树立自己的，是吧？就作为对他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你回来把这种理念跟清华也好，建工也好，学生年轻人讲，他们能感觉到这些？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但是问题就是说，这种感觉很短暂。嗯，因为他没有任何中意可以依托，周围是吧？对，嗯、他的大环境不是这样的。对，他你说的时候，他马上能理解，而且马上能反应，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是但是一学期以后，马上又回去了、嗯。课堂中那一小部分，很快就消散在社会里了。我真觉得中国的这个年轻学生其实挺有才华的，能力啊什么这些都没、嗯、就是一个受外界的影响，他总是跟这个现实脱离不开，可能是不停的被驯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是啊，哎，你说你长期感觉好像被驯化，怎么就躲过去了呢？真的，我觉得你这部分保持的很非常好，很难得的，嗯，有时候会怕跟日常生活脱节吗？什么跟日常生活？不是你自己有时候怕吗？旅行能见各种人，嗯，好多地方你一开始没什么兴趣，然后认识人了，觉得这立刻就好玩了，觉得这有意思的城市。其实我觉得像那个北京，嗯，一直说这个保护古城风貌啊、嗯，一直说的就是那个风貌，嗯，不是说人，嗯。雕梁画栋，然后建一堆那个假古董。嗯，前门呢就，我觉得就像一个中国的中国城，它没有真正的生活。嗯，现在保护的如果只是风貌，不是这些人的生活的话，一个场景了，只是、嗯、一个电影场景，一个主题公园。现在感觉人在消失啊，新的方式在消失，是数据。哎，你说这种数字革命、信息革命这个事情，对你的理念有直接的冲击吗？我反而觉得这是其实给物理空间的一个机会，嗯，对吧？每个人他有另一个空间，嗯，虚拟的那个空间，对。它更需要这种社区和人跟人之间这种交流。那公共空间，我们建城市在干嘛？现在其实也有，就是商场。但是其实人跟人不交流，但是去那儿要反逛一逛，也不一定买东西，是吧？现在就特别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什么三里屯啊这种，你说去干嘛？就是反正就是看人去转一圈。嗯，所以对公共空间可能是提出更多的要求。建筑师首先他是一个行动派吧？嗯，他不能只说不练。但是城市和建筑很多是在决策层面的时候先考虑是这样是那样是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参与，嗯，你需要这讨论，这建筑师就得把这个讨论给挑起来。嗯，好像现在尤其在现在的当下的中国，愿意挑起这种讨论的人很少。对，大家都愿意怕成个靶子，对，都愿意一种假装的超然，害怕卷入到争议之中。中国建筑师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嗯嗯，他很困惑这件事、嗯、他有一半时间要面对甲方，然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是要面对大众，嗯，通过媒体，嗯，那大众是什么考虑？他要考虑这个，然后还有业界还分中国的和外国的，嗯，外国的评论家要干嘛？嗯，中国的这个学界在谈什么？就挺忙，挺分裂的，挺分裂的。嗯，这一大堆里边，自己是谁这个事儿、嗯，就很容易就没了、嗯。不想被争议，嗯，想成为一个标准的好学生，不敢以个人的嗯。观点作为树立自己的，是吧？就作为对他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你回来把这种理念跟清华也好，建工也好，学生年轻人讲，他们能感觉到这些？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种感觉很短暂。嗯，因为它没有任何中医可以依托，周围是吧？对，嗯、它的大环境不是这样的。对，它你说的时候，它马上能理解，而且马上能反应、嗯，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但是一学期以后，马上又回去了、嗯。课堂中那一小部分，很快就消散在社会里了。我真觉得中国的这个年轻学生其实挺有才华的，能力啊什么这些都没、嗯，就是一个受外界的影响，他总是跟这个现实脱离不开，可能是不停的被驯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是啊。哎，你说你长期感觉好像被驯化，怎么就躲过去了呢？真的，我觉得你这部分保持的很非常好，很难得的。嗯，你觉得名声这个事情对你的改变大吗？其实后来就是咱俩认识，我那个中标的中标以后，嗯，突然被受欢迎了，嗯，有人来找我做项目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感觉被绑架了，被笑容绑架了，嗯，就觉得，哎，你也挺好的，你能帮我们成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很有用，我对别人被需要了，我是不是应该不辜负他们？嗯，有一个短暂的两三年。我后来觉得那段时间的作品就很有问题，就更有服务意识，少了点对自己的那个挖掘吧。嗯，现在感觉又自由一点了。嗯嗯，像我们做很多项目，政府、开发商很多的钱，很整个，你都要有一种超越所有这些问题的。嗯，谁要出来反对说这个又贵了，那个又复杂了，那个是不是时间太花太多？嗯，你说这些都不重要，我们想想大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耶鲁毕业的时候，我的那个系主任就是说，你们今天从耶鲁毕业了，肯定都不会想去贝聿铭事务所工作。意思就是说，当时有些事务所是比较商业的，就是得鼓励大家走自己的路，不要去别人那儿先挣钱去。当时我有些同学因为上这个耶鲁贷了款啊什么的，就想是不是去挣点钱，嗯，把钱先还了，然后以后再做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些后来都没有自己干，就不归路就少了，就按那个路就走下去了。嗯，挺可惜的，我觉得。所以你像我们那个学校一共没有几个学生，然后这么多人去干了那个，最后可能有些自己干的还有转行呢，自己干的也不一定能干出来。跟环境，比如说在美国留着，当时那十年经济都特别不好，年轻人都出不来，能真正做自己的事人特别少。嗯，所以你有一个特别意外的一个位置的，是很独特的，你自己也很清楚这点吧？这个时间可能是赶得比较巧，但是我觉得关键性的还是说，你得做好长期的比较孤独的准备。可能你得比较享受跟这个世界被叠，跟世界不是一回事儿这种状态，那你就不焦虑，而且你可能能越来越变成非常自我的人。这建筑其实是一个挺悲观的一个，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你要不然就是，生出来就很有钱，家里很有钱，要不然就是你老婆很有钱。不然的话你不应该做建筑，因为你会考虑你的生计，不能太任性吧，就是说潜台词就是说，你只有任性，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文章说，建筑学快失去它的价值了，因为它的技术快被这个替代那个替代，各个专业被划分得更零碎，建筑师到底干什么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最核心就是它是一个方向，他相信的未来是什么。然后这就是它的价值。你现在这个阶段最想表达的情感是什么呢？带到你的设计之中。我现在特别着迷一个远古的未来感，一种未知的抽象的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好像又跟远古的自然也好，地貌也好，或者某种文化神秘的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啪放在现实里，周边可以是现实，但是在你这个地方是没有现实的，就是你熟悉的这种没有。我觉得这好像在营造一个黑洞的感觉。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你呢？
因为我觉得现实太简单了，就是你看到现实就知道这个建筑和城市是在干嘛。嗯，就是你到任何这个城市，你都觉得这是一个你很熟悉，这是中国。嗯，就是很多的这个很多元素让你感受到这个中国的现实了，嗯，就太现实了。那人生活肯定不能这么直白吧？他肯定。但我比如说去衢州，我们坐那个公园的时候，嗯，我这个去的一路上，就是路过了飞机场、火车站、公路、CBD， 哪哪都一样的，就是一种中国的整个的这个现实。然后每个人在那奔命啊，去那个火车站先进一个小夹道，然后人跟蚂蚁一样，就每个人都是这种状态，每人都在奔。我就想，如果大家来到这个公园，不但放松下来，然后呢能看看这绿色啊自然，还能觉得，哎，这个公园怎么有点超现实啊，有点想象啊，就是想想这些东西。你像咱们小时候在那个胡同或街上跑，突然发现一个防空洞，小孩就钻到防空洞里去玩，就是你在那里边就哎，你想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我就看这么多在这奔命的人，我就是觉得太需要这种改变了，把现实全给抽空。反正在我能做的这个块儿，我就给抽空一下，那个城市我又抽空一下。嗯，就当你跟你的同行讨论这些情感的时候，大家是没什么共，你觉得共鸣不强的是吗？嗯，共鸣不强。嗯，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你建筑师不会谈情感，你就不要做项目。即使这样，大家已经不会谈了，就是你给他这个自由啊，他变成个口号，已经不习惯了，因为他建筑师已经长期的习惯于在一个条件下工作，嗯，一个或者一个限制里边，就是你告诉我一个条件，你要什么，然后限制是什么，我给你解决方案，我什么都飘，什么都那种好像有一种。那卖飘的你觉得到底什么原因呢？问过自己吗？我问过，我觉得好像是想解脱吧。嗯，我觉得现实可能你可以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好像哪个都可以说半天。嗯，最后觉得问题太多了，算了算了，就是放弃这些具体的争执。我就觉得这空白就是一个机会，我就想给我这空白，我怎么样是最理想的，我就想漂浮，我想做国家项目。嗯，哎，我觉得怎么一到国家项目，嗯，他就特别，就好像有一种范式似的，嗯，大柱子，嗯，大屋顶，嗯，嗯，我就觉得特别像国家博物馆，对吗？就是一进去一个大空间，人跟蚂蚁似的。我觉得这些设计可能受到了国家博物馆的启发，就只要是在长安街上的，最后就变成全中国的，以各种名义把它变成这种，法院呀，办公楼啊，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国家建筑怎么做，嗯，就能改变全中国的建筑怎么做。嗯，我觉得与其一个一个去做，如果能让我做一个这个，真把这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森林公园之类的想法，让我挺激动的。嗯，我今天能说这个话，是因为我发现现在跟政府的合作特别多。嗯，而且呢，当你去批评一些现实的时候，有些人能接受。你善于说服甲方吗？我不善于说服。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相信建筑有他自己的那个，有他的情感和那语言，能感人就是感人，感不了，有时候人家不喜欢你，我就也就走了，就算了。就我上学的时候做竞赛，我做一个竞赛，画了一个图，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小字，我说谁不选这个方案谁是猪。有一次，后来他们真选了，那行字太小了，其实是看不见的，但那时候挺关注这个事儿的。嗯。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嗯，你觉得是不表达呢，还是说这个东西用语言描述也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把建筑当成艺术的话，嗯，它对人的触动肯定是它有自己的语言的。嗯，你把它非要
每个都带一个设计说明就没必要。嗯，很多说的很好，做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基本上都是靠说，现在都是靠诠释，靠解释，要把自己的没有才华，嗯，解释成，嗯，是为了服务大众，就感特别无聊。你说这个才华的问题，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确信自己的才华的？我从别人那儿好像感觉到，就好比你今天来找我，我觉得好像你不会去找一个没有才华的人，但是我其实自己还是经常有怀疑的。嗯，我老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可能这点让我逼着我要找不同的路径或者找自己的角度。嗯，我现在我们做的有机场，有火车站，这些其实都已经在挑战过去的这些苏式的标志性纪念性这些做法。对那种东西的崇拜其实跟今天中国建 CBD 也差不多，就是北美的城市嘛，觉得像美国就是现代化了，可能把建筑样式它后面的先进文化当成一个样板，就把它的整个的各种形式，可能音乐文学什么都直接就都学了。我觉得今天可能没得可学了，今天应该考虑自己的那个独特的追求，说的那些东西怎么变成做的东西。嗯，你说传统的这个文化也好，说你向往的未来的人文的社会怎么变成你的真实的环境，这你没有样式可参考了，只能是自己愣想，这个有时候是挺痛苦的。我觉得中国建筑师没有经历过这个。嗯，所以你没留在，就没想留在伦敦或者纽约那条路，如果走的话是不跟现在完全会不一样的路啊。我好像是找着麻烦去的，到中国我觉得我能看不惯很多东西，想试图去改变。我挺喜欢，觉得这样好像这环境更适合我吧。当时完全没有想是真正有机会去改变，还是没有想，反正我觉得应该在这儿。然后今天应该创造一个自己的别人都没有的语言。我真是很舒服啊，我刚才在那儿发半天呆，我对着湖边上，而且感觉变了，内心的感觉。你第一次来是什么感觉？那第一次没有房子的时候，对啊，就很美，就觉得不能盖房子。真的，我觉得怎么看就很漂亮。这个湖像一个天池那种，有点圣洁啊，你最好别盖房子。然后那时候在来看这个地的时候，这林子里野猪、猴子，还有野猪鹿都有，就生态环境好。有鹰。我刚刚站在我那边想，看他们的钓鱼，然后这个湖，咱们这代人跟这个山水啊，就其实中断的很严重了，已经是，就是过去中国人那种画里面那种文人画里面那种感觉。也就城市里的人到了这种地儿，就会觉得自己挺弱智的，就在城市里干嘛呢？就天天的事儿的，还觉得挺牛，是吧？就各种的心态。嗯，到这儿以后觉得是不是？可能人还是有本能的亲近自然的那种，还是有。他跟那书画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嗯，大自然还是有一种，可能是尺度啊，很开阔呀，你看那光，那湖面的颜色反射着天，然后这个盐湖一条大直线，就这种尺度让你觉得你就特别渺小。嗯，天空，那你就觉得就是可以放下。嗯，这种渺小是让你觉得安静是吧？嗯，镇定，其实反而是镇定。对。其实我们这代人70后啊，当然这中国之前也都是那样几代之中，就对那种西方的那种焦虑是很强的嘛。我们上学时候还是很强的，因为都是他们的模板和参照嘛。嗯，现在这种焦虑对你来说还是很大的动力吗？现在我有机会了呀。嗯，现在我在西方也有是啊作品了嘛，所以这焦虑可能不是在这儿了，就是能不能被西方重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就是你有机会了你要干嘛，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嗯，就又得回过头来看自己是怎么回事。嗯，你都怎么方式来看自己啊？就看自己最无意识的那些行为。嗯，就是包括你学生时候的作品，嗯，拿出来反复看。嗯，对，当时什么也不懂的时候你怎么会这么想。那你现在重新看学生时代作品，我十多年过去了，嗯，什么感觉？我那时候做一个作业，就是重建那个911的时候，嗯，就是在学校里嘛，觉得因为你不能第一次上课就说我已经设计好了呀，它也有一个过程吧，所有人都要说他怎么想，一步一步的。我看别人都那么，我也学着也那么一步一步，后来发现那一步一步根本就不能把我带到什么东西去。嗯，到最后我就焦虑了，做不出来了。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就睡觉做梦，嗯，做梦我想了一个东西，然后马上想起来就给画出来，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胆量，他的那种不切实际的那种，还有他的理想性，还有他那种就是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吧，嗯，都特别强。就是感性的东西。比如你上学重新是一种感觉吗？当你回来真的做很多事情，内心会有变化吗？这种，我可能还处在，如果这就是这建筑文化，它也是一盆水的话啊，我想弄出点浪来，可能属于那么一个状态，然后搅两下，嗯，可能跟我处的这个阶段有关系吧，我。作为中国建筑师有那么多机会，可是真正在文化影响力也很有限。嗯，这可能想让我想被看到自己是怎么一种存在，有机会发言。嗯，确实建筑师也在追求这个东西。嗯，追求更多的发言权，追求他的建筑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嗯，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可是反过来又得考虑是不是这个时代最渴望的，然后是不是它最真实的，而且它如此显性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上那种尺寸，你在这建了这么一个，在洛杉矶建了一个东西，或者你在哪个地方建了一个东西，它可能至少一两百年吧，嗯，它也是一个让所有创作者嫉妒的一个行业。我从来没有过。嗯，真的啊，我一直觉得它是一时的一个事儿。啊，你反而觉得它是一时？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嗯，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除非它能持续的对人有文化上的或精神上的冲击，要不它可能就是退隐了，它就像任何一个退隐了，就也就是没用了嘛。其实就你说十几年前，十七八年前你们回来，中国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很多东西可以改变。嗯，你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们的努力和这一代的建筑师，你怎么评估这个成效呢？还是一个初期，我觉得。嗯，它证明了可以有不同的东西，这个对很多年轻的建筑师很重要，证明你个人的判断有可能实现。嗯，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按一个更大的历史的一个尺度来看自己的话，嗯，就觉得自己做的都不够，嗯，就是说几百年以后，你看现在这一两百年，嗯，发生的这件事，没有那么多具体的转折，说产生了什么，哪些能代表，嗯，最对未来最美好的那个想象，哎，你会觉得还是做的不够，嗯。那可能在有些历史时期，大部分历史时期就是很平庸的。那种真正的闪耀的，就是属于极少的时代。我有时候嗯想去看，就自己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啊，是、嗯、是应该断裂的，还是应该更紧密啊？这种东西就是，我有时候就打一比喻，比如说外星人来地球说想毁灭地球文明的时候、嗯，他对这个过去几百年、几千年这事儿完全不敏感，他就觉得大概有几个可以保留一下，或者重点摧毁一下。那这些是什么？嗯，这么大的雄心会折磨你吗？这属于尺度非常大的 ambition 呢、啊？不是经常想，所以不太喝多了黄山啤酒就想，应该多想。嗯，其实我相信建筑
是在解决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具体的还是观念的还是思想的，所以它需要有这些问题，但是它不能是长久的依赖于这些问题让自己存在。嗯，但是后来又发现其实你要想建立什么针对你批判那个问题，那也是特别难。嗯，一点一点的。什么时候觉得那种疲倦出来，或者说有问题这样的方式？当你不停在激战于现实，但是你突然发现一些古典的东西你竟然打动了你，比如说去那个路易康的那个我最喜欢他那个在圣地亚哥的那个海边的叫索克研究中心，非常对称的一个布局嘛。但是在古典的里边，对称的尽头一般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就是让你崇拜的东西。嗯，但在那个里边它就是空的。嗯，就最后是没有，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海平面。嗯，一个天，一个海，然后一条线，就这么简单。我去那个索克中心的时候，我就看见到有人就是去专门去看那建筑，然后坐那儿就发呆，一个椅子坐那儿看海看天，然后看着看着有人还哭。嗯，就那样，就有那么一种对人的那种感动吧。嗯嗯，他心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但是跟过去的神性连在一起那种东西，超越人。你心里有什么东西特别那种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有吗？我还没有像他那么能放下吧，我觉得。他总是考虑的是一个大爱，我觉得。嗯。他好像这个世界都不存在美好。嗯。他就一定要把这个美好东西找出来，呈现在你眼前，然后你到那儿才觉得哇，一个建筑师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比如你呢，中国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然后人的社会心理就如此之焦躁嘛，某种意义上，然后那种不确定流动性，你会非常有意识去回应他吗？现在吧，就是开始有很多城市它给我这种机会，嗯，我就要考虑这个事儿，嗯，比如说，有的地方让我设计党校，嗯，就是政府的建筑啊，嗯，然后我就想起来，满中国的这些大会堂、大台阶、大柱廊、火车站，嗯，都是这种哇，一个大屋顶，一个大柱子，然后巨大的台阶，这种权威感，中轴线，那我也可以躲掉啊。对，我可以去搞一个社区图书馆。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去做一个改变，实现不了有可能，但即使这样，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实验。我昨晚还看了一下，又看了一下那个结尾，在那个他们那国会大厦那儿，是很感动。我操！他去国会大厦，那都过了两代人了，可能。对对对。然后去那儿，然后那儿的人觉得这个建筑给了他们带来了这种哭了嘛，就抱在一起哭了。对对 对。哎呦，我今天没看到哪个业主出来抱着我。哎，不过我去哈尔滨大剧院的时候，嗯，看剧的时候，嗯，有人出来，他说你是那个设计师吧，马岩松吧，嗯，然后。有的人因为那建筑喜欢上了戏剧，哦，这是最感动的时候吧。哎，我就很对这个最感动，这比那个什么奖励都强，我觉得这个朴素又真实那种温暖。有时候这城市太冰冷，就是因为太客观，很多人觉得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嗯，其实没什么人味儿。啊？翻呗，都好久没机会翻窗户了。这太简单了。对啊，小朋友的厨房啊，很矮，卫生间什么都小一点，哦，好可爱啊，很萌啊，一点点什么都很小。对啊，这边是有一个剧场，小孩都可以坐这儿，有自然光，挺酷的。对啊，这是一个书店，家长来可以在这儿。记得我小时候跟我们那个邻居小孩，我就有火星来的。
将来这个地面都会铺成红色的，就是人走在这上面感觉不是北京，而是想的像火星。